上午继续市政总咨询，第一位由林武忠议员咨询，时间45分钟。好。啊，主席，啊，主席，各位，我们局处首长，啊，早安哈。我知道。今天呢、啊，我最主要要探讨两个问题哈、哦，我就写在这里，一个是新工处预算变魔术不见了啊、哦，第二个是顶金公墓迁移翻转三民区荣耀高雄市，这是一个愿景啊。不一定是采纳我的哈，但是我提身为三民区的议员啊，我提出建言哈。首先，我就谈新公处的预算变魔术不见了，我心情是很沉重了哈。这个是我提的，是我争取开辟巷道。我先声明了哈，我无厝里啊啦，我嘛无土地里啊啦。三民区的巷道开辟啊，我看几百条，全国前可能几啊千条的。我唔知影讲这件代志，我经接条，经到尾啊，竟然新公处用骗我的哦，也不告知我，任何情形都不告知我，而且是蒙骗。我唔甘愿的是唔甘愿你家啦。那我们大家就听听嘛哈，看。看我抱怨似乎有道理哦，市长也在这里，包括我们的吴金德副市长都在这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预算书啊，大家很清楚嘛，这是101年的预算书，就写在这里，我放大一下来，预算书明明就写着计划道路为中华二东段辽宁二街到乐和二街宽度6公尺，长约103公尺，编列它是分三年编列，第一年他跟我编2350万，土地37万，地上物、哦、包括工程位，土地分3年编列，本年度先行编列2300万，协调地主先行同意使用哦，权限啊，这个是预算哦，哦大概都局长都有编预算，好来我们再看，第二年、第二年冇编，一分三年嘛编嘛，我来我们放大一下，这个变成啊延续性的工程啊，这个计划都一样，它编列的预算是1243万，编，重点是在这个计划哈、哦，不足额。不足款，啊，后年我抓北宜下你家呢。不足款，啊，后年编列，马下你家呢。啊，我是讲这预算书，我规做议员啊，做10几年啊，哦，这应该无。虽然讲爱保留几年来说啦，最起码有变数。我是提案人，三民区的议员。我做议员讲歹听啦，都见笑啦。做13年啊，我都开辟一条巷道啦，无钱嘛，因为市府无钱，我嘛酌情。我做10几年去争取一条为万爱里。开始的时阵啊，嘛是5坡，五位地主赞成，5位地主反对，迄5位反对，佫提。北部调来外服务处搞抗议啊，所以我这届较乖，我这届不爱曝光。结果啊，新公司是逼我曝光啊，因为这处理不讨好。好，我是看到这个而后年续编李胜书100空一年，就写这个东西了吼。好，103年。没有编了，而且啊，没有编，而且把我101年、102年的款项交库，我的家哦，阿搞
预算搞我付你对呢，我马上去催呢，搞付来家啦。这个预算数给你接了五千家，这是要做啥？这是要配合市政建设管理急需办理道路、桥梁、广场、景观的补偿。哦，本年度以前年度不足的土地，这个财政局长你都很清楚啊。这个跟那我们正常的编列预算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来，我太太叫我讲脾气麦，讲话麦大声哦，心脏不好哦，那个就心，即马心肌梗塞，较侪死。无哦，我是大声细声的人，我就事论事，对的就是爱坚持，我拢安尼啦，哦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哦，来，哦，这个全国法规，这个全国统一啊，结算。所列各项应收款、应付款、保留数准备，以及年终届满四年，啊，哪一位实现者可以免编列？但依其法定必须继续收入而实现者，应以各年限年度内准用适当预算科目办理之。这个写得很清楚啊！你最起码你马上搞保留四年，当然啦，也可以两年、三年没有也可以啦。你弄个左为法律漏洞，有啊，依法有据啊，卖安尼啦。我吴中华为艺术厅嘛，甲咱本党诶冒功劳啊。你啊用迄种方式咧对付我，我啊甲你无冤无仇啊啦。为什么要这么搞呢？包括那个研讨会、财政局长、主计啊，你们都是副审的。你嘛少啊，讲这件代志少啊，了解一下，唔是讲新公司甲你签，甲你反映，你讲啊，这个林武中议员，那么甲咱嘛真友好啊。无你嘛最起码尊重我者，尊重好不好？林武中提议的，林武中争取的巷道开辟，最起码你也要尊重我，告知我一声嘛。但是新公司是在骗我，105年，今年我为服务处叫伊来，继续无甲讲真相，无啦，伊讲啊，都发局有意见，交通局有意见，巷道开辟道路，吴金德副市长，你做都委会主委，巷道开辟的物件是钱到位就要做的事情呢，但是地主不答应怎么样，提出法院啊，如果这样的事都不用做了呢。鲜花果菜市场，人家在抗议啊！抗议有用吗？政府该报的补偿费、什么费，我们都做，都到位了。那个要强制的呢。啊，更何况我这个是别别咱的同志啊，别别咱的好朋友啊，别别咱的议员啊，你搞创这种的？嘿，五个啊，我甲你家甲各位报告了。新公司，你处长，你听着，你站起来一下。哎，就长进，遐做负债你都唔知啦。遐边啊，一个小四个啊，巷啊头330号之一头一间啊，土地啊，去伊家己私人土地去予另外一个地主啊，做做道路在使用啊，两个人收购啦，各三个地主赞成的啦，我嘛唔知伊安怎个变反对啦。我变过最起码爱55%啊！啊，无我争取这4700几万要来开辟道路，这是一个福利呢。啊，即马因咧反对的吼，我听讲啦，陈情啦、诉愿啦，叫足侪议员啦，叫足侪立委啦。我这行道都要开刀的行道，我还差什么？难道依法行政、依法处理嘛？最可恶就是你，为什么要骗我呢？都叫一叫都发局、交通局来讲，过来评估。你那老鼠告诉我嘛，议员，这都安怎都安怎，咱来共商大计嘛？怎么可以一直隐瞒？隐瞒都不告诉我，然后我就去查。人家
议会干部小组那个专委，我问他有没有发生这种事情，都从来没有发生事情。这个预算不是没动用呢，102年财政局长，102年人家领700万，一个地主领700万，说是有动用预算哦。我刚才讲的时候没有动用预算，依法规来规定要最可以保留到4年。那我101年，你最起码还尊重我，你给我保留到105年，102年你也要保留到106年，最起码让我打拼看看。你都没有啊，你新光叔跟我答工，他似乎很欠钱，所以做这种作为干掉。现在那些人听说现在这医生变没意义，不用开票，你要给我放声说我武中我没够力，因为叫的人够够力，我没够力，孰可忍孰不可忍啊。说好你要给他讲风凉话，武中我情那是我的选区，我的选区，我也干嘛要得失来得失来呢？无争取4700万是这简单吗？我做去我们才开票一个原来你而已，动辄赞成的打破啊，反对的是把你扯干就交呢。但是哦，公务局您搞我嘛，足熟啦，我就不是讲蔡家耀议员嘛，做四届议员，做三届里长，从政30几年，也无做生意，也无投资啥，是专职你做议员的人呢？你有什么适当来？你要跟我说明真相嘛！你要说明真相啊！你没有说明真相，当然我不服啊！而且还是这样，他已经动用的地主已经领，有一位领700万走了，这个算不算动用之动用预算呢？动用啊！啊，动用要怎么办？刚才我讲的是说完全没有动用预算，但最起码你马给他保留4年，而且第3年、你第2年、102年跟我写说后年要变预算。医生书会当下我白写吗？预算书无你嘛搞我编103年，哪要收起来就收起来，都没有，没有照正党的程序，哎，700万，人退去啊！您敢有什么作为？人一般啊，敢占用诶，抵触物诶。财政局马上一个单子就去了，要追缴啊！700万，咱的土地是市府已经付伊啊呢，迄咱的土地呢，嘛赶快你该贴皮屋，你还该收租金，坑你啊嘛，坑几档啊！101元给他700万，他现在还在盖一个贴皮屋，还在那个地方，你没有作为吗？你那乌白母啊你！处长你看起来都未连露脸出来，看你都表现不错啊，怎么当一个处长，这是您做公民员做局处首长最基本的概念嘛，也动资700万啊，那你怎么算呢？没有动资预算你也要保持最晚保持4年啊，好、哦、已经赔了700万，那你要怎么算呢？命你啊！嘿，以后阮土地，咱咧做起户拢做赔了夫人又折兵，明明咯700万会当即马会囥4档里啊，拢无收租金，拢无作为，无你爱去来拆，地嘿铁皮屋你爱来拆起来，嘿免地上补偿啦，伊都欠咱较济咧，人已经700万命咧走去啦。伊也插伊咧，你咧，迄厝咧用什么铁布？迄种人，迄种迄其他的地主盖的啦。啊，那个要作为啊。好啦，哦，我已经讲了15分钟啦。我怎么要拜托啦？吼、哦，是不是有啥物补救？我完全是
受害者哦，这是恁母的哦。恁若讲今日依法行政、依法处理、依法告知，我都接受。不明虽然安怎，我嘛接受。你拢骗啊！我叫人去抵消，你嘛是你骗。有啦，阿个预算哦，即卖已经报予市长啊。我拢要怪市长啦，市长要争议争那么多，恁局处长拿上来吼，没有问题，他就签了啦。市长无法度一条巷啊，一条路，逐工安尼去了解你足清楚嘛。我们当幕僚的，你还用啊？让咱无后力之忧，完全没有争议，你该上来市长嘛？你也没有跟我摆平啊！我今日去是去讲，我蒙在鼓里，相信市政府啊。我甚至在那个都市计划里面，我也跟吴金德提出啊，向必开道的道路可以这样吗？你若认为行道开票有质疑，我希望督促多几个计划委员、主任委员重新检讨啊，因为这种物件拢二十年、三十年，靠有钱开票，使所有的地标、所有的地景、所有的环境完全改变。以前真的是需要开票的。现在没需要开票啊，遐规矩我建议啦。要是这样的话，一并通评考量，没需要开票的道路，马上都是计划重新把它推翻，重新去弄老的爱开票的道路，安尼就没有争议啊。啊，无我据我所在，我条巷都马搞老尾二十几年啊。其实你们去看现场，黑龙盖铁皮，那本来就有一个继承道路了。进去差不多20-30公尺，其他都是铁皮屋，那个真的开辟道路啊，没有什么影响。后啊，你们常讲的要什么？要有公益性，要有必要性。公益性、必要性啊，我讲给你听啊。什么公益性？开辟那个道路，你也知道，中都地湾那个。后裔啊，那个收那个地方都是公会用地，其实那个要都市计划变更住宅地、商业地的啦。啊，遐周边比较通化街，遐周边哦，我看这里大开一个巷道路哦，以后要救火、要救灾、以后要安怎，那是真正真好诶，那有公益性，没有不是没有公益性呢。而且呢，你在打通啊341巷，刚好通到什么九如路，哇！这个，九如路，都啊，人个市个卖鱼翅街那个所在，那个341巷刚好打通，为会当通到九如路，通到对联合里街，遐个工地个代志，若发生重大个代志，拢会当解决。我三民区个议员应该很清楚吧？我今仔讲北区个讲无落来，你若讲三民区个，我是真实。怎么没有公益性呢？怎么没有必要性呢？我跟你讲，要地主本来5坡啊，啊，结果一个反对的，那个设施系的一个地主，两个在收购啊，地主那个设施的那土地20几坪，给人做公用，当然不符啊，他也找我投诉啊，搁另外2户你兄弟啊，你拍官司啊，本来一个兄弟讲，我不中啊，你家开嘞。看会解决无？啊，尾仔伊阁反对去啊！说里面的错综复杂，你养公处有没有来找我商量？这条巷啊是都市计划巷道开辟呢，唔是我甲市长建议讲临时要重要，安尼临时的，唔是临时的呢？钱一到位就要开辟了，管他是什么赞成不赞成。那呢？你阿公教你安尼逻辑啊，免做啊啦。那果菜市场我也教他、啊，要反对我嘛，叫伊讲以后你找议员、找立委，中央遐内政部遐审查委员会啊，去改审查，去改动起来。你要搞什么？你以后你免开路啊啦，巷道也免开啊啦。上课的时阵无甲我讲啦。你最起码我是建议人提案人，你嘛爱甲我尊重一下，好唔好？
我要来市长先，市长先他已经上去嘛说明会，已经讲了四届五届嘛，你们都不知道吗？到人议员这个预算金这条的，我是看到恁102年预算书写个后年续编。我相信市政府啊，阿姨啊，哦，哪里审查预算，我来做注意啊呢？不是写你这都有算呢，随时都会收回来呢。免讲理由呢，也免甲我告知呢。敢有一个人主动来找你，我林武忠议员告知这个预算情形，有没有？没有。是我咧召集来议定要召集两届。阿龙，你讲风凉话，跟我讲阿龙医生哦，即卖已经照顾啦，我来阁甲市长建议啦，啊，看有无？你讲个废话。预算要是没有，我该查清清楚楚呢。那不要大变，变要重编，那个重新开始了呢。所以我你讲我拜托吼，那你技术上这是一个案例了。预算书也当搞到下里亚公被编的，没编三年都不会没有编。啊，我吼我啊不去搞。市里讲要求讲，我讲开路啥物，我唔敢，因为开足侪钱，尽量让你方便。我好不容易做14届议员，才争取一条巷道。啊，这条算第二条，我看凶多吉少了，但是我绝对不服气了。可以解决的问题，你不要解决小事情，你要把它搞大。可以，你嘛拜托尊重我林武忠，你搞我看都是赛性啦，看到我不存在吗？连搞我告知袂使吗？会当我偷偷我创的吗？我即马去红诶，遐行啊，遐反对诶，搞我看衰啊！讲武忠啊，你偌敖？你咪讲阮开票诶吗？预算变落来吗？你叫我要安怎去面对因遐搞我耻笑的人呢？你拢无代志啊？拜下你啦！今仔我真正语重心长，我对是这种你就依法行政公务员，来我们看他哈、哦。我的结论啊，公务员应严守行政中立，依法行政，依法处理，忠实推行政府政策。不徇私枉法，存着得过且过之心，此案件应立即改进并补正，不愧人民所托了。我在这也拜托市长了，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你也有我去打拼的？中央内政部的审查你也让我去打拼的，最起码我也有做民进党的中执委啊，那边我也有认识几个人啊，去打个招呼嘛。中央你也没有跟我提出意见，急着交顾，你都没有我打拼努力嘛。看我的时候跟我蒙在鼓里，继续再骗，让我解花。你叫是你都捌法规尔，你都捌预算尔吗？林武忠不懂嘛？吃人够够呢？我拜托了，这件事情要做合理一个解释，能够补救，跟我补救过来，让我有一点时间再去努力。我哪能努力都无啊？我偏要懵嘞，我甘愿，安尼唔才是对。继续骗，104年啊，都12月就交库啊！你105年还个你还继续讲唔讲？你的局长，我嘛跟你讲过真好啊！大家较早做公务局长赵建强，你较早你做下水道的工程员的时阵，我咧做里长啊。经过30年啊，你看你做局长啊，我嘛做议员啊。
我武装我敢会给你找恁的麻烦吗？那无做唔着歹代，唔着代志，我袂安尼啦。我脾气是有改啊呢。我要来讲这事，我某嘛甲我讲，讲我心脏无好，随时拢会心肌梗塞啊。我有一天来带来，我讲你新公司，你是有份哦。我来讲，我若会翘，会翘在心脏梗塞，我嘛免你知啦，袂当生气啦。生气就压起来吼，就塌起来。哦，我是王这个财政局长、研讨会的主委，还有主计长，你们三个单位是副审单位。有时候吼，需要去注意的，不是局长呈上来，你要去稍微为什么要取消？这个人是谁提议的，还是谁建议的？是不是先化解一下，再行沟通一下，再行处理？啊，那看圆满呐，一样都是这样，不是每个局事状送给你的，尤其像这延续性的工程呢，为什么要收起来？你哪三个单位，搁瞎用一点心的话，局处处长有事务，所以他有怎么包哦包长私心还怎么样？但是复检你们三个单位再问一下，这个是要编三年的预算，为什么第二年，哦第三年就没有编，而且啊急着要把钱交库？你个三个单位，你再研议一下。哎，这个啊，这个是林武忠议员的提议的，那是不是要跟林武忠议员再沟通一下，得到他的赞同、认同，还是怎么样？还是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去化解其他的纠纷，地主也好，还有那个内政部也好，我都会可以化解。你给我跑嘛！我做认真的人呢，我做代志不是安尼做半路我就坑的啊呢，我都要追踪，追踪完我要跟我的市民报告啊。你若有时间去我的服务处看嘛，你嘛知我服务时间都拢排队的呢。所以很多服务案件啊，我拢爱认真去探呢，爱认真去研究，看我都答复市民啊。是议员是安怎服务的成功，是比人较认真安尼尔啦。我是做认真的人，我靠服务啊，我也无靠任何人啊。我做你就做议员，拢靠家己打拼。我后壁拢无大人啊，也没有什么背景啊，就是做尔。我若无做，就是死路一条啊。我的服务啊，若无比人较好，我就死路一条啦。啊，这是安怎？这嘛为民服务啊！我来讲，我无地理啊，我也无处理啊，我开表倒了好康好着啥人，好着你爱人啊，甲我有啥物关系？但是我讲新工处长，你这个你当那个处长啊，不要这样干啊！你拢走法律边缘，不尊重我本人。我希望啊，这个案件呢，市长在这边听啊，吼，是不是有啥物补救？你嘛要我有台阶下，你也给我台阶下一下好不好？咱做代志是讲道理的呢。我以后我有迄个面子，搁行一条巷啊嘛，目标无够咱嘛。我知伊叫做一个议员，我只无爱不便公布尔，我嘛知伊叫李伟。但是都是计划行到开边执行的政策，叫什么人都无好啊！叫总统嘛，赶快。我们就依法嘛，依法行政，依法处理嘛。你都没做依法，所以财政局长，等一下你答复他动用700万了，已经有动用预算了，可以交库吗？人家是说没有动之其他的预算，可以。最晚要保留4年，他有动用700万哦，刷了一个坑3年，用也拢给各里爱给永明家做成果，永明家嘛，安尼无代志吗？所以我伫遮吼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啊，我拜托市长哦，能够主持公道了，哦。
咱高雄市安怎散啊？未散开几千万啦、啊！你卖搞骗遮济啦！这 NCC 的工程编三年的预算书写得很清楚啊，可以乱写吗？以后预算书写这样，就像我情形这样，就不一定要这样哦，不一定是这样哦，那还得了？那以后的议员年年自为，审这个预算有什么意义？那就不要审了、啊，以后都市政府再处理就好了，不必送来议会啊。议会通过的案可以这样搞啊，那设议会干什么？我这件吼讲一句较重一句话啦，以后没有给我妥善处理啦。我新公出的预算，我跟你讲真的哦，我豁出去了哦，我没反对啦。无你叫34个议员来搞编案啦。我讲是真的哦，你侮辱我啊，看我没气啊，看我那盘啊，我讲这话已经副议长，您听到了、哦？以后反对是这样反对，没有跟我妥善处理啊、哦！我来跟总召讲，我也不一定要做议员呐、啊。反对议程没什么重大了，他能跟我怎么样？议员会当赞成，会当反对啦，会当审预算啦，这是我的职责啊。你们到时讲怪讲我家己的人，还是在武装啊？我甚至我就清点人数。你无安尼，你袂惊啦？把我当作叛啊啦？好啦，你请坐啦。等一下。新工处长、公共局长，你要跟我解释一下。时间到了，你要跟我答复。市长是五六千呢，市政满意度、人民的喜好度，拢第一名呢。照讲，咱的底下的局处所长，大家拢爱五六千的局长呢。不是市长五六千，下底拢软木的呢。你看大家好好做，你看做一个人去做部长啊，做副部长啊，怎么样？没有前途。但是你袂当害市长啊，所以我一点都没有怪市长。您给他的情资，你给他的报告是有误的。你用报好，你就无报忧啊。所以有危机处理时，你也该讲的话要跟市长讲，呈上去。好，我搁存十个文件啊，来看一下哈，来啊，这是我一个建议啊，是个严谨啊哈，啊大家听咧，研讨会主委，哦，你注意听啦，我是阿咧，因为我三民区的议员，替三民区争取预算，争取建设，这个每一区的议员，这个都是非常正常的，我看一下哈，这个副顶金公务千里，我一直在密切注意，哦。来看一下，这个富鼎金公墓啊，那占地45公顷，哎，45公顷，你怎么要高雄市区市中心要找一个45公顷的土地，那是非常难的、啊。其中三民区有162笔地号土地的面积占，你看三民区就占40公顷了，所以公墓的存在影响附近的建品质，这大家，你爱大家议员你讲。啊，焚化炉里啊啦，哎，殡葬所里啊啦，啊，这个公墓里啊啦，阻碍我们的发展啊，高速公路下来就看到墓地啊，怎么样？这个在议事厅很多议员都在讨论，大家都很清楚。我们看一下啊、嗯，你看还拍下今天的节目呢，这种高尔夫球场啊，啊，你看这个是很像是05，这边是高速公路在这边，这个是三民区，你看这个地方啊，实在太漂亮了。真正我来讲，这个土地哦，若讲真正开辟为绿地，安尼尔吼，实在有影单调乏味，啊，搁甩土地利用价值又不高啦。其实这边都是青青绿，澄清五栋绿化，整个都绿化了。这个哈、哦，这主要咱这里所在吼，公墓这里所在，再好好规划。你看这边是仁武，这边三民，这边是什么凤山，
哦，这个地方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。我们看啊，来，接下来，收一户顶级公墓，原始限制交界，都是以计为考量，公墓偏移啊，160点啊，边缘区为目的，限制合并后，区位有城市边陲啊，本来是我们高雄市还没有合并是一个边陲地带，现在转为什么核心地区，核心的地区。好，来看一下。富鼎街的公墓，你看哦，这个你看这个冷冻室哈，阿伯啊加龙喜哈，这个陈清武，这个陈清武，这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金师傅哈，所以这个地方啊，可以是山区一个交界地，哦，来看很漂亮哦，嗯，接下来四五啊，因异地104的109分6年进行前期覆墓迁移。总经费原比112亿，后来估算106万，经费6.5亿啊。接下来，啊，哦，你来分期逐年迁移了哈，得等你这个地方第二年、第三年、第四年、第五年，整个墓地也做一个迁移哈。等个民政局长，你也再说明一下好不好？啊，接下来迁移后啊，我们变更。国营区主要计划三民区部分墓地为公园用地，非常好。未来澄清湖绿地金狮连接金狮湖、澄清湖双湖公园，带动三民鸟松、鸟松联合发展，还有三民区哦，这个三个区是都在也边缘地带哈，就是在连接了哈。我现在讲这个重点，就是公墓迁以后啊，是否只有开辟成公园绿地？目前的规划是只有这一图，所以本席。非常的期待，哦，期待什么？那个地方哦，要是说再开辟绿地的话，我担心的，因为那边是墓地啊，阴森森的哈，哦，一定要有人气。咱台湾人讲的哦，较阴的所在，啊，都要有阳气较大的哦，去压。哦，那个地方再开辟绿地的话，而且是墓地，晚上哦去那边散步人，我在想啊，应该是比较少。因为还是有一点阴影在，哦，所以我提供事项啊，这个事项都是我在政见发表的时候，我的政见发表里面我有提这个，我再提一下，看一下啊，哦，所以公墓迁移后规划绿地确实可带市民站，但是呢，绿地带动性附近的区域发展恐有局限性，应该要整体规划新建能够吸引人潮的设施，才能带动发展。你一定要有一挂人，啊，其他所在吼，要咱市政府要做的代志，迄个所在毋是立地，真正会当做足些代志。咱真侪议员建议案拢会当你遮做哦。这个土地45公顷是很大，我们看一下。哦，我是建议这四项啦，这四项哦，我这四项是我想的，无一定恁够有较好 idea。恁去了解看嘛，我讲较紧的，因为这时间。存七分钟，好，来，我先讲这个高雄铁塔啊，来，先讲，来，高雄铁塔，这哦是我想的啦，哦，我已经麦艺术厅有讲过，谈到台北啊，难就想到101大楼，但谈到高雄，就很像是缺少一个能够代表高雄的地标跟远景。本席建议可在规划新建高雄铁塔，但是这个哦，开的是资本是很大，但是我们可以找厂商来合作，怎么样？要是有这个东西的话，这个不得了，高雄市有一个超高级的地标铁塔，高雄铁塔可以避免什么巴黎铁塔，还有日本的碧龙塔。来，我看一下，哦，这个哈，哦，我两个月前去欧洲考察，每次去欧洲考察这个一定要去的啦，你去法国啊一定要参观什么旅行社啦，不管哪一个旅行社，这个地方一定要爬去什么？爬去用餐啊，你要吃饭啊。哦，我相信你有去巴黎的人，这个旅行社一定给你摆这个啦。你敢知那商机多少钱？我们看一下，我做简单分析，因为时间啊，哦，来，因为巴黎铁塔一楼57.56个餐厅，在那边签餐厅，这个我能去跟吃，为这个一楼，二楼我嘛去过，115在一个餐厅，三楼啊。是观景台，不是观景台，它的用途很多了。这主要是这个地方景点呐，啊，但是它的功能很多。我稍微指一下，不是说铁塔而已。来，这个艾薇铁塔，法国人参观人数最多，
也同时世界上最多人付费参观的纪念塔，每年都有约700万左右游客，为这个地方就700万，为大理带来每年啊就有15亿欧元，欧元哦，那不得了。我们来看，好快点哈、哦，我们哦，安尼好，因这啊，埃菲尔铁塔不是巴黎的地标，有无线通报的价值。1910年在铁塔上安装大西洋电信广播天线，1957起安装无线电视天线，直到今天成为手机无线天线的绝佳地方。这个啊，修这又修不了啊，卖空餐厅啊，参观人潮。我来，我在日本这个东京哦，这个晴空塔，它也是在2012年5月正式启用，高3634，世界第一高的处独立电波塔，兼具无线电波传输和防灾的功能。这个都整个都高雄市都有很多土独立还是什么东西，这个都可以做的。消防局、警察局，任何局处都可以安装那个地方，那个居高临下，整个通线无阻，非常清楚。好，来等一下，你看，阿里有睡过了。这整个啊，家人民工什么什么天线不天线，就靠自己得啊。整个都照亮附近的地区。哦，你老公只要用自己这，但是家人潮比较稠密啦。其实那里澄清湖那个地方都没有人潮，踩自己这哦，就看自己的弄啊，所有的经费都有了。我来再看，哦，我清空居高临下那个夜景，我看咱来高雄青啊，为文化保养，改用自己这哦，铁塔好啊，清空塔好。哦，一家观景啊，那个景色是非常美。哦，做参考哦，来。所以东京铁塔不是一座电波塔，它是综合性的都市开发计划。除了铁塔主体之外，东京晴空塔上有其他附设设施，构成一个完整的街名，地名为东京晴空塔城。哦，这个不简单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东京晴空塔哈、哦，它的功能哦，你看它有东京的时空街道。哦，这个东京的晴空东塔，还有这个天文塔，还有这个墨田的水族区，哦，东京的它的功能就是一个塔，不是说只有景观看景观，功能很多。哦，我们再看，哦，所以可参考巴黎这个哈、哦，这是我一个远景啊。哦，换你换市长，现在跟总统也关系非常，当主委员。争取计算经费啊，应该比以前更容易一点。哦，我相信只要市长能够努力争取经费啊，我们的高雄市建设是无穷哦。来，我再看一下啊。哦，你看，立光林丹这个双福的公园绿带啊，这边是死者的生活社区，这边是生活社区，然后剧中啊做一个这个标高物啊，这个很漂亮哎。那以后啊，这个地方人潮就汹涌，都来这个地方，而且这要规划停车场、停车位，包括怎么样，嘿哦，非常好。哦，我来看一下，这是我的建议了哈、哦。所以高雄铁塔的第一城市观光地标，防灾功能，带动区域发展，智慧城市发展，文化象征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。好，我就麦克讲了哈，我再讲第二样，来，过来，来，好，再过来，因为时间未够哈、哦，再过来，好。这个哈、哦，也是我的期待啊。咱高雄市啊，专台湾都啊有一个台北市有阿童，真正的阿童乐园。咱高雄市哦、啊，拢是安那公园啦、学校啦，啊，简单的组织安尼就大家儿童就很高兴。其实我们的儿童年龄啊，本是12岁有26万哦，年口9.1，12岁以上未满18岁哦，占起来应该要将近这个15%、17%。而且啊，我们这个儿童啊，都有希望，最希望的一个儿童时代就是儿童乐园。我、哦、来看一下，所以我们啊，检视当前的儿童教育，注重2岁以下托育弱势评估，在育幼方面几乎零。那你好啊，公园啊，哦，缺少什么大型的休闲空间？这个几年哇，儿童的乐园真的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，那个地方是最好的地方。来。儿童节的心愿就是到儿童乐园，就说你可以做民意调查，你那都是爱什么？而真正的儿童乐园那个地方啊，可以带动父母亲的心。我来看一下，这个以前啊，陈其迈在代理市长，我就提出哦，他说积极推动儿童乐园，现在计划由社会局办理，才民间促参网哈、哦，有四五处地民间出资信件，
营运期间模式由民间提案，来看一下。当时啊，这个四五预定儿童乐园是这三个地方：博爱路、三民医药公园八公顷、大坪顶啊十七公顷、高雄都会区四十六公顷。来，接下来，哦，但是随着前几麦代理市长辞职以后，这个。哎，简单答复啊，哦，哎，简单答复。哎，谢谢主席哦，谢谢林议员哦。议员进是要讲这个道路开辟的部分啦，哈。哎，这个议员咧讲这条道路开辟哦，在
在伊迄个1801年吼，咱个启动了嘛吼。啊，干部局新港处这边吼，本来我那以1807年、1802年含1803年啊，召开过四次的迄个协议架构啦。啊，这协议架构吼，咱知影吼，迄个土地所有管理有12个嘛，啊，多一个同意，11个不同意啦。啊，当然以干部局新港处这边吼。就马上来启动一个强制征收。啊，议员啊，知影讲咱要强制征收，一定爱报伊来进步嘛。啊，伊来进步吼，我若报两遍啦吼，一个以1803年的10月报过第一遍，啊，后来进步退回，他有3个理由啦吼。啊，另外以1804年，我那个报第二遍，我那变他退回了啦。所以以我以1804年吼，佮退两遍啦嘛吼。所以我以1804年的年底。一部分，所以湾港这条道路开辟的部分，就把它先行暂缓来办理了。以上。好了，好了，时间暂停了，时间到了。你处理好，我讲局长啊，甲处长，你甲伊找林部长议员看咩啊？甲这条代志啊恢复得啊，好啦，好，执行完毕，休息10分钟。